林德信 Alex 最近动作多多，继自知六位数出国语新歌《爱没有理由》之后，又执到舞台剧《Life on Earth》。另外，自家嘅扎染时装 Soft Surf and Shake 亦都会开 Pop Up Store。虽然工作忙碌，但佢依然勤力健身做瑜伽，练得成身肌肉嘅 Alex 更加获年轻演员大赞 Body Fit 到流。入行之前，林德信已经考获专业瑜伽导师牌照，并在美国做了5年全职教练。回香港之后，虽然将重心放在演艺事业上面，但亦都不时在社交网站晒高难度瑜伽动作照。巾帼柔软度极高的他，一直被人感觉斯文阳光。而言师弟的 Alex 其实很搞鬼，又公开自己留须扎辫扮 Q 甜妹，又着橙色衫戴假发扮大码华裔网红 Uncle Roger 的照片，令人爆笑。日前下午3点，记者在利苑一期某间餐厅撞到 Alex 和男友人，各自叹完杯梳打水和热咖啡之后，就坐在店内继续默默斟。身穿粉色 T 戴 cap 帽的 Alex 拎出手机向对方展示芒中图片的时候，期间双臂发力，一鞠就鞠了只老鼠仔出来了。在路友发表意见的期间， Alex 托完腮又再紧拉拳头，摆出大胃像的 pose 沉思。没几耐，他又化身形体大师，一时手指指，一时双手比来比去，又放在张台上好像打鼓咁，面部表情相当多，还一度讲到 O 晒嘴，好肉紧。谈了超过半小时， Alex 先独自步行到湾仔一栋大厦。